友好，我是刘伟强，现在我在这个什么威尼斯。所以啊，你看到新浪网就看到我们的消息了。OK，OK，thank okay. Okay, you。好，是第一次来？我是第一次啊。哦，第一次。对。威尼斯比你高。来威尼斯是第二次。第二次。对。前两位其实拍戏了。是来玩。来玩的。对。您对威尼斯电影节有什么印象呢？我现在没有太大印象，今天才第一天。第一天到，刚刚到。对对，昨天晚上到。哦，昨天晚上到。所以，对对，所以。香港。我是从日本来。从日本来。哦，所以也是吗？我们刚上传头文字 D。哦。因为日本要大概下个星期要上片。哦，日本要上片。所以就去日本上传头文字 D， 然后就来这边，对。对，刚才记者会的话也召开了，您对这个记者会，就您的感觉是怎么样？威尼斯的记者会跟其他有什么不同？也差不多啊。问的问题您觉得有什么特色？都是从都是段颖挂那位问的刁钻一点点的、啊。哦，外国人会问的刁钻一点。对，因为他们就是他们看法是很不同的。是吗？这里有哪些方面？我说过一些。对，他们要他总是看电影。哦，那从电影方向去问我们问题，哦，不同上达啊，我们是从哎，你现在是哪个女朋友啊？啊，他们什么？这个是、哦、他们是完全不同。哦，对他们对可能对作品本身关注的非常多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影响的东西大多数是从电影出发。那个您印象最深的有没有啥问题？有哪个外国记者提的问题您觉得比较有特色啊？啊，差不多，现在还没一个问的是，刚才有一个很好，是从我很小拍电影东西啊问的，不是，对，不是很从小拍很多，他很久很久之前的作品，他也知道我拍了什么，哦，是这样，所以对，只能说啊蛮厉害，他知道我那么多东西。你觉得其实外国的记者、外国传媒，他现在对中国电影了解的现在可能要是越来越多了，你有没有这个感觉？对他们有些是，他比我知道还要多。是吗？对，因为他们是爱上了电影，他们就是研究，拿很多东西研究，好像香港电影研究的很多。对，好像我在Berlin 柏林。有一个是他专门出书，上港电影书，哇，这个很厉害。啊，是有一批外国人是对中国电影非常热情的。对对。对中国香港的电影也是很有名。对对对。历史也有经历。对 对。然后就是您觉得现在就您有没有感觉在冯子立在内地人的眼里，在香港人眼里，然后在那意大利人眼里，会不会觉得会有差异吗？评价方面。我相信这个是，可能其实不会太大差异，因为经常我是要很简单要说故事，用很简单的说故事方法，所以我就是希望是每一个地方人啊看得通，看得懂，所以很多地方对，因为电影有两类嘛，一类是人是看不懂的，一个是什么人也要看懂。我当然要什么人来看懂电影。其实我们也发现，在外国的话，动作片就会比较吃香，因为语言的差异，这也是一个障碍，是这样。在记者会看片的时候，因为对白 dialogue 比较少。好像头文字 D 也是啊，没有太多对白了，好像是标签，所以他们看到他们说是吧？我不知道。今天晚上我知道了，要看他们反应。我今天晚上，今天晚上放片。对，今天晚上。对啊，因为他们已经放了两场，所以他们说反应很好，但是我要去现场看看他们。现场看是非常不错，因为现场的记者呢都很累，如果能把他们吸引住，就很了不起。然后这届的威尼斯呢，它的一个特色就是，其实中国的特色还是比较强。因为在开幕式上的话，我们三位导演，徐克导演、李安还有吴森出现的，就是三个高潮。就非常很奇怪的是，有外国导演出现、外国演员出现的时候，就没有那么热烈。您现在怎么看待这个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地位？咱们现在的话，是不是就是说，中国电影在一个浪尖上啊，或者是在一个上升的一个。
我相信还有距离，所以现在他们是注意，不是我们的地位是很高，对，因为我们还要努力，我们还要很努力去搞好我们的。我想作为一个导演的话，当然对你的人本地的人同样语言的人热爱是很重要。就是说，是不是基本上每个导演都是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出来？我不知道，应该当然是什么样，我说是希望怎样。那拍电影又是要拍给很多人看的。像《无间道》被好莱坞版权版权。先拍吧，奥斯卡能不能登场是另外一回事，先能去拍吧。因为你想同志地的，因为它的题材的话就比较的 light 了，就是年轻化呀，也比较轻，是那种没有说一个很重大的题材，在某地方比较吃亏，比如在影展上会有一点点吃亏。影展那我不是为影展来的，所以为影展拍的是不是拍同志地了，那另外是，所以我因为我不是。我的电影要给观众看，让大家喜欢，是来迎接，迎接邀请我来，我有空就来，因为我是一个商业电影导演，很不同的，真的很不同的。他们有时拍什么微影节是看是两码事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他觉得看我的还完全不同，所以我要不是这样去影展的导演，你也不看，有些东西的话就是，反正你有你的目标。对，我的目标是很大，是全世界观众。谢谢。这几个，好吧，OK。非常了解。好，拜拜。